超 Q 的哎。它不只是用闻的，它连咬下去的那个艾草香非常的浓郁。我其实第一次吃到超阿贵是连那种超辣的那种艾草味都吃得到的味道啊，就只有这边才有。而且它里面的那个萝卜丝，它是非常的细，然后也很好入口，湿度都还在。你看，怎么真材实料？哎，真的，你看它这里面就是完全让你看得到里面有什么。我来到了这家北埔老街的菜包，你看这个。这个餐车就是以前奶奶出来卖菜包所用的，就是这样子。对，它是这样子推着出来卖菜包，菜包。这个好像这家店已经二三十年了。对对，它以前是餐车，然后现在已经变成店面了。哎，那是奶奶吗？今天又看到现场在包超阿贵，以前是就是要这样做，手工的，手工自己包。哎，其实都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那个草。炒的那个和进去，艾草和进去的样子。而且听说他们这里啊，真的是如果不早点来，其实很多品项是会卖完的。没错，对，可能你两三点，他菜包啊就会没有，就会卖完了。我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菜，今天有菜包吗？有菜包吗？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买到菜包的人。我们今天有什么啊？我们今天的话有这个客家的艾草版。哇！就是奶奶刚做的这个，对不对？是是，这个真草烧。你打开那个艾草的香气，好香哦。好香哦，嗯，它这个味道真的是那种很传统的那一种，就是有用艾草非常原始的那种味道，嗯，哎，超 Q 的哎，它不只是用闻的，它连咬下去的那个艾草香非常的浓郁。我其实第一次吃到超阿贵是连那种超辣的那种艾草味都吃得到的味道啊，就只有这边才有。而且它里面的那个萝卜丝，它是非常的细，然后也很好入口，湿度都还在。你看，多么真材实料！哎，真的，你看它这里面就是完全让你看得到里面有什么。这萝卜丝吃起来是跟我们在北部有时候吃到这种市场卖的超贵，它的萝卜丝比较干，它的水分其实很足。形状是萝卜丝，但其实它吃起来是有新鲜萝卜那种水分的感觉。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地方在这边，难怪可以卖那么好。